一帮迷妹们拜倒在双宋 CP 甜而不腻的秀恩爱技能时，咱们这边湖南卫视也在放肆撒糖，没在怕的。由陈伟霆、唐艺昕领衔主演的《因为爱情有幸福》在2月24号晚《甜蜜》上档。这一次，两人化身牛男夫妇，在刚一开始就以夫妻身份进入剧情，把传统言情剧冗长而拖沓的相识到相恋妥妥的省略掉。小宝贝们一下子吸收4个加号的甜蜜戏码，还吃得消吗？该剧讲述的是牛男夫妇的婚后生活，以及等等宝宝寻找失散亲人的故事。而且此次在剧中，陈等等全程原声港普演绎，海归高材生，口音萌的真是酥死了嘞！大数据显示，在《因为爱情有幸福》首播当晚，该剧收视成功破1，成为同时段的 No.1。而且翻看网上的评价，也都是对演员的表现竖起大拇哥。宝宝表示，等等这次演技进步太多，而且剧情的人设也十分加分。陈伟霆在微博喊话：“以后请叫我牛牛，宝宝就夸牛牛酥，牛牛会讨老婆开心，羡慕唐艺昕等等。”总之，捞仔一般不广告，但既然夸了，那就绝对是一部值得追的良心剧啊！芒果老喜欢，每晚19:40锁定湖南卫视，40:00芒果 TV 更新。宝宝们，快去看牛男 CP 吧！报道。